我总是做一个梦，梦里有座小镇，一片森林，还有两头熊。光头强，快醒醒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要去大森林喽！我是改变了你的命运。 由于你的缺席，熊大熊二他们都身处险境。熊大熊二，我要去救他们！艾玛，小宝贝儿，就是这个感觉。你谁呀？ 我想死你们了！你别过来呀！虽然呀是第一次见面，俺们好像认识你很久了。如果救不回熊大熊二，就会吞噬掉旧世界线里的一切。引爆时间乱流！就我们几个，该怎么打败他们呢？是谁告诉你咱们人少呢？ 真正想要的，保护强强，熊熊有责。